上帝保佑你幸福。我认为像您这样的天才，日子一定并不轻松。我看到了你的歌迷，外面那些疯狂的小姑娘，外面车都停满了。哦，我亲爱的娜塔莉亚，您真是一个美妙绝伦的迷人的女神呢。我已经为你准备摘下世界上所有最美丽的花朵，放到您的脚下，请您收下这束花吧。哦，上帝保佑你。非常抱歉打扰你们，我们的时间真的不多了。很荣幸见到你，娜塔莉亚。我不得不打断你们的交谈。谢谢。我们飞往中国参加巡演的飞机就要起飞了，维塔斯，我们没时间了。啊，当然，我听说您在中国非常的出名，我想因此您早就获得了国家奖章了吧？是不是？我是为祖国服务，谢谢你。再见。见到你们很高兴。